全部安排就是去那个核酸检测啊，或者是没有问题他们就返回啊，恐怕就是有问题就要给你啊。全部安排就是去那个核酸检测啊，或者是没有问题他们就返回啊，恐怕就是有问题就要给你啊，就是黄码红码或者检测出来是阳性就要给你啊，或者检测出来没有什么就没有给你啊，让他们返回啊。只能讲就是我们要跟他协调啊，这个情况跟他们协调车子啊，或者是什么情况啊，做核酸检测啊，这些他都有原因，肯定是个问题啊。